喂，你好，呢边恒生银行致电嘅。现时我哋银行搭三个低至0.15%嘅千数嘅现金优惠，睇翻你呢边有冇卡数结现金，需唔需要攞翻不备用金备用啊？喂喂喂，系有冇听到恒生银行贷款部呢边致电翻俾你嘅？哦，咁样系嘛？系啊，你有冇贷款需要啊？因为我哋年底嘅话做紧10,000蚊咯。嗯，乜你成日都打电话噶？我哋呢边系年底嘅话系做翻贷款推广嘅，咁系咯。咁、你有冇贷款需要啊？你有冇调查香港人有几多需要贷款啊？咁你冇需要先，你冇需要其他人手需要噶嘛？你冇需要可以唔听电话噶。嗯，冇啊，我中意同你倾偈啫咩？午安，欢迎致电恒生银行，请选择语言广东话按一字。午安，欢迎致电。最近有骗徒冒充恒生职员以利率优惠，有骗客户提供个人及存款资料，请注意切勿向第三方透露任何个人账户资料或私人密码，并定期通过电话理财热线或自动柜员机更改电话理财密码。如有怀疑，请向本行查询或报警求助。如欲查询怀疑伪冒银行电话，可直接按井9与客户服务员联络，请输入户口号码。